板娘小薇。哇、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，是这位叫做用户7436369177的粉丝提出的，让我在任意一张地图里能进前五名，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全程站，不能蹲也不能趴，可以开四排，需求队友的帮助。失败惩罚是一个礼拜不能氪金。妙啊，这个挑战真的是妙啊！让我不能趴呢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这连蹲都不能蹲的话，就有点过分了吧。话说啊，你丫的这不就是让我在前面站着当个沙包吗？然后站那儿给敌人当靶子啊？不过嘛，虽然这个挑战是难了那么点，但是只要我能邀请到几个比较靠谱一点点的粉丝，其实应该也不是很难，你们说对吧？好了，开始我们今天挑战，走起！天天玩戏，日日看板娘，我就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地国王小薇。来来，先拉上三个粉丝，把挑战的规则告诉他们。我全程打架只能站着，不能蹲和趴，你们要保护好我呀！呀，不错嘛，虽然段位不高，但人家是来练小号的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高手。准没错。OK， 看来这局挑战稳了，走起！那既然是任意一张地图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打雨林地图吧。毕竟这里啊，不用考虑送物资的问题，对吧？哎，我去，怎么这么偏的地方还有人跳啊？直接落了一个满编队啊！你敢信？不行不行，我全程只能站着打，还是要先苟一苟再说。话说，还是这雨林图好呀，不用搜物资，步枪遍地都是。队友好像跟另外一队打起来了，我要赶紧过去帮忙。撑住啊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！我去啊，这一号怎么就倒了呢？大哥，话说你不是说来练小号的吗？但你这练落地成盒就过分了吧？哦，看到人了，打我粉丝是吧？给我跪下！又过来一个，小二，你小心点啊！大哥，这时候你舔什么包啊你？别慌别慌，往我这里爬！哎，反了反了，往我这里爬呀、啊！待会儿我先补了他。小四，赶紧过来扶人，我加枪。话说，还好老娘我这腰射练的炉火纯青啊，要不这小二早就嗝屁了。哎，还有人，我去，原来是个机器人啊！话说这机器人更恶心呐，经常干些从天而降补人头的勾当，你说气不气？来，有没有被机器人补死过的小伙伴？弹幕里举个手，我看看有多少人。走，小二小四，咱们压过去，把这队给他们灭了。哎，给我物资干嘛呀？不用不用，不就救了你？看看小四以后干什么？来，我给你物资，拜拜。我去啊，你妹的，这啥队伍啊？这是太不靠谱了吧？得，看来现在只有我和小四相依为命了。小四，小，完了，小四被打了，等我来救。这什么情况呀？不是说好的保护我吗？你妹的，瞬间老娘我就孤家寡人一个了，你说气不气？这我还挑战个锤子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开溜吧。不靠谱，太不靠谱了，看来我只能改变策略了。虽然我现在孤身一人了是不错，但老娘我一点也不慌，毕竟咱们还有个压箱底的绝招，对吧？没错，那就是话说我只要压着毒鞭跑，避开交火区，能进到前五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个人聪明还是我聪明呀，长得漂亮的人就是聪明呀。我去，什么情况啊？就还剩11个人了，我都还没进前五吗？啊，完了完了，看来这次挑战又要凉。哎，前五了， nice， 我宣布挑战成功。哦，OK， 憋了一路了，现在封印终于解除了，还有10个人是吧？哼，等着吧，看老娘我怎么打爆你们这些菜鸡狗头，完美的吃鸡的。Shoot on！
时呢，我要蹲下打他啊，如果我站着的话，我不就能吃鸡了吗？看来这场是我王小薇扬名立万、一战成名的好机会啊！我怎么就能没把握住时机呢？不过我一直的欣慰的是，好歹挑战成功了。哎呀，要是失败了的话，我一个礼拜不能氪金，岂不是更难受？哎，终究还是我自己扛下了所有。哎，看来姐姐粉丝确实是弱了那么一丢丢。话说，我下次挑战的时候能不能来几个强一点的粉丝啊，让我也尝试一下抗赢的滋味？好了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哎，另外问一下，我的下花园，你不